电视台赶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。就是说今天会不会有这个？民进党啊，在这一阵子很低潮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就住在中立，啊，这里就是我的生活圈。我所以想说，看你一个样子，哪里都敢，对吧？所以刚刚讲你来其中，听到大家的掌声，我非常的感动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种演讲？是因为立法院的红色的立委、白色的立委、蓝色的立委全部弄在一起，要让赖清德即使当总统，卓荣泰即使当行政院长也没办法做事。每一个立委，红的、白的、蓝的，共产党、民众党、国民党。通过了扩权法案，通过了滥权法案，把自己认为自己很大，自己要当行政院长，自己要当监察委员，自己要当检察官，自己要当法官，有人这样的吗？没有啊！我大，你为我大，你为议员的选举的时阵，拢甲大家讲啥？讲大家拢是钱面头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讲大家拢是国家的主人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立委议员选举拢甲大家讲，我是你们的公仆，我要为你们服务。国民党的立委、民众党的立委、共产党的立委，选上立委以后说，我比你大。有人这样吗？没有啊。刚从这个电视台赶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。就是说今天会不会有这个？民进党啊，在这一阵子很低潮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就住在中立，啊，这里就是我的生活圈。我所以想说，看你一个样子，哪里都敢，对吧？所以刚刚讲你来其中，听到大家的掌声，我非常的感动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大家对民进党啊不离不弃。我们的郑市长。现在被收押，但是很多人把他讲得很难听。对，连没有住在桃园的市议员，也把我们市长讲得很难听。对，没有住在桃园的桃园市议员，苗选题，把我们讲得很难听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像郑市长在桃园这八年。大大小小的建设，为各位乡亲所做的服务跟贡献，全部都是必要的。公平吗？不公平。公平吗？不公平。所以，接下来我们的中立队，我们的桃园队，我们要继续给民主进步党后盾，让民进党在台湾。能够继续为大家服务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谢谢中立会的议员张小云。魏宇、黄俊豪、黄崇祯。我们也谢谢我们的立委洪胜汉、潘爱珍。民进党为了桃园，我们也派了这一个万老师，这一个张雅玲。范云，还有这个林月群，四个人都在我们桃园设的服务处，对不对？对。
代表民进党也没有放弃桃园，民进党没有放弃桃园，桃园的乡亲也不会放弃民进党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立法院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种演讲？是因为立法院的红色的立委、白色的立委、蓝色的立委全部弄在一起，要让赖清德即使当总统，卓荣泰即使当行政院长也没办法做事。每一个立委，红的、白的、蓝的，共产党、民众党、国民党，通过了扩权法案，通过了滥权法案，把自己认为自己很大，自己要当行政院长，自己要当监察委员，自己要当检察官，自己要当法官，有人这样的吗？没有啊！我大，你为我大，你为议员咧选举的时阵，拢甲大家讲啥？讲大家拢是人民头家，对不对？对啊！讲大家拢是国家的主人，对不对？对啊！立委议员选举拢甲大家讲，我是你们的公仆，我要为你们服务。国民党的立委、民众党的立委、共产党的立委，选上立委以后说，我比你大。有人这样吗？没有啊。有人这样的吗？没有。我告诉各位，他们不让赖清德好好做，不让卓荣泰好好做，以为自己最大。立法院，请问这几个月，这五六个月，立法院到底做了什么事？有通过任何符合国利民的法案？没有。刚刚洪胜安讲说，我们在里面表决输了五六百次。我告诉各位，民进党从以前党外无党创党，民进党、民进党不高不要跟你做总统，不要管他。根据当地的话，亚秋班也会。刚才阿斌还在这里问，想去想拿票输了，够慢点啦，慢点，毛病啊，意志坚定，对不对？对。要走自由民主这条路，不能回头啊。共产党、民众党、国民党叫我们改变方向，叫我们往后面走，我们就是要往前走。速度比较慢，你给我扭脑壳，给我扯后腿，没有关系，我继续往前走。这是赖清德主席一直跟我们讲的。这一条路虽然我们会走得比较慢，刚刚洪胜安讲接下来的四年，我们会走得比较慢，但是捍卫这个土地、捍卫民主、捍卫自由的这个决心、这个方向。不会改变，对不对？这都要告诉各位，这都要告诉各位。上个月在立法院的外面青鸟行动的时候，我知道很多人没办法去，很多人去到那里很辛苦，下雨，很热。有些人在手机上关心，有些人看电视关心，大家为的是什么？你讲八十米吗？为了民主。为了民主，没有错。大家都为了民主。我们为了民主，再怎么辛苦，每个人用自己的方法捍卫民主。青鸟行动结束，每一只青鸟，不管你几岁，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回到自己的便利商店当店员。回去送副本，回去自己当老板都没有关系。每一只青鸟，等到需要各位出来捍卫民主自由的时候，我们会从台湾的各个角落，不管是海边、山上、河边，我们全部会再飞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在共产党的领域，民众党的领域。国民党的领域，那大家都假笑。台湾的青鸟会继续飞出来，
这些青年好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落。我告诉各位，不管我们怎么表决会输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在台湾社会一直有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会顾好台湾。这股力量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一定会顾民主，一定会顾台湾。这股力量也是民主进步党从以前的党外到现在一直都相信。虽然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桃园，我现在的桃园没有当选任何的立法委员，没有关系。民进党派了四个立法委员到我们的各区来协助服务，我们的桃园队、中立队没有解散，没有解散。我们在中立四个议员会继续服务大家，我们的立委不分区立委会常常来中立，常常来桃园。最少我王一川、陈伯阿王川就住在青埔而已。这个中立夜市旁边这几条路都是我的生活圈。给干毛你们来夸我！拜托各位，我们民主进步党需要各位继续支持。赖清德总统、萧美琴副总统、卓荣泰院长也需要各位支持。每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我相信中立队，我相信桃园队都会全力来支持自由民主的这条路，我们要继续走，好不好？最后谢谢大家，做到这么晚，我今天本来我时间来不及，我问彭俊豪说你们到几点，他说到川哥你来的那一点。桃园队不会解散。